抗争还继续下去，又继续扩大的话，那么王金平院长到底要不要动用国会警察权来驱离学生呢？外界也认为说，现在看起来马总统是把这个烫手山芋丢给了王金平哦。不过王金平哦，他也非常巧妙的回应，他说国会自主对象是立法委员，所以呢，目前在这个议场里面的不是立委啊，也就是说不是警察权的问题，他认为这是社会治安的问题。现在立法跟行政对于这个事情在互推皮球。立法院停摆，谁来解决？府院搬出国会自治金字招牌，说配合立法院没有时间表，烫手山芋丢给王金平。我们会想办法啊，会想办法尽力来努力。柔软姿态面对国会争议，王金平还声声提醒学生要注意保暖。不过重量级蓝委再出招，说唯一挽救国会尊严的钥匙就在立院龙头手上，也就是动用警察权。这国会主持是为对象，那呢现在在国会议场里面的不是立法委员，所以这个不是警察权的问题而已，这是包含了整个社会的这个治安问题来的。巧妙接招，王金平搬出大法官342号，强调国会自主适用对象是立法委员，重点是范围限制在开会的议场内，至于在立法院内马路上聚集的抗议民众可不在他管辖范围。王金平论点看似把问题推给内政部警政署，警政署私下反驳，原警在立法院还是得看王金平指示，更何况在原本驻卫警规则就有明定，为了维护会场秩序防止危害，警卫得以应主席之召唤进入会场，对妨碍会场秩序者进行必要制止或隔离。说到底，行政立法搬出法令互推皮球，但散场机制各说各话，谁也不想扮黑脸。三立新闻台北采访报道。好，不过现在也有传闻说这些